通常是现实老师常会运用的名词概念啊，合作学习法要出来了。那对不同学生，谁当教练，谁当球员，谁当经理，有哪些负面影响？等一下出题老师在批判啊，现场那个老师也写，哎，我们现在把你分成你是教练，你是球员，你是比较程度不好的叫球员，那、你比较程度叫球童，还有更不好的叫球童之类的，这也是贴标签啊。这里也可以把社会学的理论拿来用嘛。不过这一套是现职老师，有些辅导老师喜欢用的，结果课程理论专家把拿来提出来。要么 STAD 又出现了，为什么 STAD 可避免？什么叫 STAD？ 看怎么去竞赛的。有一种是那个成绩比较小组里面比较低分的，如果答对的话，拿到分数比较高，答对分数比较高。另外还有可能比那个小组里面成绩落后小朋友的进步情形作为比较的。另外这一题有没有出现呢？四个，不过这个老师很有良心，直接告诉你四个取向是什么内涵。但是呢，接下来就问你这些实际怎么去设计一些断章。等于说，很多如果设计课程教案都会在里面出现。那 UBD 又出现了，虽然说被检讨，学术界的老师认为说这个太难，不是每个师姐都会教，但是那个在职老师、校长、主任很喜欢出，因为他们研习一直在讲这个啊，就一个团体一直在洗脑他们，他们出题就需要这个面向的。CIPP， 请指出 CIPP 是什么？为什么它 C 跟 I 没有收集很完全？因为它只看老师的教案跟教学结果而已啊。那另外它是形成性还是总结性？怎么去分析它？因为 C 跟 I 是那个啦，学校的背景啊，它跟它怎么去运用它的资源去发展课程，那这个里面它没有关怀啊，它只关怀老师这门课里面而已。老师这门课在校本课程发展里面是要很后端的东西啦，前面那个课发会怎么去做 SWOT， 怎么去做愿景，怎么去发展课程架构，那个他都没有考量到啊，他只考量他老师这节课的成效而已，所以当然是还是有问题的。这个历届考物题大家回去看一下，这个大家有空一下，我建议大家啦，先看问答题好了，看完再做选择题，选择题不想看的话，看他的选项，大概一分钟就可以看完一届了。你大概十分钟就看十页，二十分钟你大概都掌握这一课，大概会考什么东西了这样。OK， 那么今天原则上时间关系，不好意思超过一点时间，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了。好。